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大家好，我是李雪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像缺心眼儿似的。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哎，真好，节奏好就起来了。我就不明白，你说半决赛了，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上来讲啊，我遗憾啥呀？大家好，我李雪琴。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不可太遗憾了。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他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他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3个月之后他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不？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闺女，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她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啊，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吧，工作黄了回铁岭吧，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哎，到王建国了。这胜还没抢呢，就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还能这样啊？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还有王建国。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今年啊，我真的离开北京回铁岭了，很多人知道了之后特别的惊讶，跟你们差不多，那个表情就仿佛这个事儿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是我本来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那追着撵着就问我呀，离开了北京你不遗憾吗？说的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我连个备胎都不是，我为他奋斗，为他攒钱，为他付出青春。我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再见了，他也说你谁呀。我回铁岭居然还有人嘲笑我，啊，你回去干啥呀，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你说一个破地铁有什么好自豪的呀。北京好，大环线上下班左一圈右一圈，日复一日，圈复一圈，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哎，太厉害了。更过分的是还有一群人，我在北京的时候他说北京不好，压力大，我离开北京了又说北京多好，机会多。我就感觉就这些人，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我，生而为人你很遗憾。很多人吧都觉得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今天我就冒昧的问一下，你们的梦想是举办奥运会吗？反正我的梦想铁岭就能实现，我就想要锅包肉、熏鸡架、铁锅炖大鹅。所以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你有你的选择，而我选择王建国。谢谢大家，我是谢谢。怎么肯定也是我？牵着手，牵着学习的手。你真的美得不容天理，今天。谢谢。大家好，我是吕雪琴。刚才有一个第四排的老也不笑那小伙，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我今天这个衣服你们也能看出来了，我现在挺膨胀，就膨胀到啥程度，就我走路上来车我都不躲，那司机看见我嘎就自动停车，因为我红。所以红到有一天我妈着急忙慌给我打电话说，姑娘，我听说你进娱乐圈了，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你加点小心吧。妈，实不相瞒，这就是我进入娱乐圈的原因。你们发没发现脱口秀演员红了之后贼能接广告？我就感觉啊，就是今年大环境就是促进消费嘛，我们脱口秀演员特别适合干这个，别的不会就擅长消费自己。就为什么那几位今天坐在那里不上台你们知道吧，因为他们的段子已经在双十一中用完了。我有一个客户也是，我现在广告老费劲了，因为我拍个广告是一个酒的客户，他说没有要求，唯一的要求是你这条视频必须得上热搜。我说那我想了好几天我也没想要来，我老板说我给你想一个，你这么拍指定能上热搜。我说啥？他说李雪琴酒后顺长江漂流30公里。我说老板这个视频得咋拍呢？我老板说这个视频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客户同意了。但是客户说了我是东北的，希望可以从黑龙江开始飘。我极力反抗，我说老板你不能这么霍霍我。我老板说我看过数据分析，像你这种突然红起来的生命周期普遍都很短，得抓紧变现。我说老板人家说的是职业生命短，不是我这个人生命短。我老板说你职业都没了你活嫩长有啥用啊。最后他实在是整不过我了，他说行，你要有需求的话我可以给你整一个救生圈，黄色的便于救援。
我说那救不上来呢，他说那便于打捞。我说不行啊，冬天水太冷了，我没有那个勇气。我老板说我教育一下子你吧，他为了鼓励我给我看了他的手机，那个手机上面有一段视频，视频中呼兰和周奇墨在那里唱 rap。 一会儿给你看。一会儿给你唱。那个词儿是嘿嘿哟哟 All Stars Hero on the Super Show。 我那一瞬间我幡然醒悟了，我说客户这么的吧，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他俩不怕冷。但其实我红起来也挺意外的，你想今年这脱口秀啊，王冕脱口秀冠军，王建国脱口秀亚军，李雪琴脱口秀亚军的 CP。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人喜欢磕这个 CP。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连王建国都有唯粉儿。哎呀，就在我那微博下评论呢，建国是我的，暴走建国。我天哪，我就想，你说王建国的粉丝都啥体格啊？完了，上完节目就天天有人问我，你跟建国咋样了？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做噩梦，我有一回梦见我跟王建国结婚生子。我生孩子的时候，医生问说保大还是保小，王建国说我保密。哎呀，我除了王建国就剩一个宇宙的尽头了。哎呀，我现在天天都能看见这几个字儿，说啥都有，宇宙的尽头是铁岭，宇宙的尽头是鲅鱼圈，宇宙的尽头是肉夹馍。我就感觉那宇宙水性杨花的，你说老这可一个句子用有什么意义呢？真是人间不值得呀。哎呀，其实2020本来就是充满了意外的一年。如果说我从这一年学到什么，那就是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比如说今天来的这些啊，他们要是不干现在的了，也有自己的天赋。你看，有会唱歌的，有会讲课的，有会表演的，有会医术的，还有手表特别贵的。但其实手表特别贵不算天赋，就是富嘛。你说我有啥？我有我妈。当然了，我知道不管在哪个行业里，你就得做好浮浮沉沉的准备。但是尤其是娱乐圈，有一些人沉下去可能就再也浮不上来了。但是我不怕，因为我老板给我准备了一个救生圈。你们先不用欢呼，按理说表演到这儿，我应该咔把这绳一拽，它就变成一个救生圈。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今天拿来发现我老板给我的救生圈是坏的。所以说2020就是这样的充满意外。谢谢大家，我是略勤。大家好，我是略勤。啊，非常高兴来到吐槽大会。我来之前啊，我上网找素材了，发现某著名论坛上有一个明星喜爱值榜单，张大的得分2.3分，满分是100。就这个榜单啊，怎么说呢，张绍刚老师都30多分，张大大2.3，是不是特别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2.3%的人喜欢张大大。就凭借这个2.3的得分啊，张大大常年稳居倒数前五。这个榜上能排倒数的艺人，我跟你们说啊，有曾经违法乱纪的，有败坏道德风气的，只有张大大是完全靠自己实力的。人家薇娅姐做主咖的吐槽大会，她槽点比薇娅姐还多，像不像火箭少女毕业，她比火箭少女哭的还厉害，还老因为哭道歉。哎，人家别的明星道歉都说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张大大道歉，我无意占用别人的私人资源。你老无意啥？你无意，你烦不烦呢？无意烦吗？我现在这个谐音梗还行，是吧？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我和国仔的这个 CP 确实是火，就总有粉丝说你们不结婚很难收场。结婚行，你得有婚房吧？这就不得不提到贝壳找房 APP， VR 720度看房，全是真房源。你在别的地方找房，万一遇到假房源还得换，用贝壳找到的房子都是真的，不用换，这就叫有备无患。国仔那天问我呢，说刘雪琴，以后你要是红了，我会不会就被抛弃了？我说不能，你又不是阎鹤祥。以前呢，阎鹤祥跟庞博搞过一个对谈，说相声和脱口秀的区别是什么？我心说那还不简单，相声需要搭档，脱口秀不需要搭档。你比如说郭麒麟就是一位出色的脱口秀艺人。要我说啊，阎鹤祥就太老实了，你得跟老板告状啊。你就说我搭档总在外边接活，都不跟我说相声了，你管不管？你怎么这么惯着他呢？你是他爹吗？是的。没事儿，就是你看你现在自己不也上综艺吗？吐槽大会挺好，人家金星老师第三次上了，金姐在这个节目里流连忘返。金姐，你知道吐槽你有多费劲吗？你都来三趟了，哪还有黑料可讲了？你现在可太白了，你太白金星啊。人家金姐啊，双料博士，正经高学历，你说我算啥高学历？人家才是。但其实高学历人设也没有那么好，总有人骂你，你一个北大毕业的，总靠在屏幕上哗众取宠，挣那点破流量，难道你就不觉得丢人吗？啊，徐志远。许志远老师，我说你，你别生气啊！就你那些破事儿，你现在在社会上整个的人物形象，你今天你就偷着乐吧。今天上这儿吐槽你的是我，不是杨丽。许志远老师啊，最大的特点，不洗头。是你对时代的愤怒要求你节约用水吗？那你和薇娅挺配呀，薇娅负责种草，你负责节水，你俩挺环保啊。就感觉这两年许志远老师快被时代淘汰了，总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还给节目上讨论呢，说如何与90后的年轻人相处。我可以回答你，我们90后的人不打算和你相处。哎呀，终于到了我们的主咖薇娅姐，你坐直点听吧，姐，免得网友又说你姿势微微有点不雅。薇娅老师啊，带货界的一姐，我以前就老听说，说她不管卖啥都能被抢光。我寻思这不错呀，我也抢，抢好几次啥也没抢着，后来终于抢着一次，我才发现，呀，还得付钱呢。你说明明是我抢的东西，付钱那不叫买吗？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虚假宣传。薇娅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她在直播间卖火箭，多厉害！我直播连刷火箭都没有。所以说，薇娅才是真正的火箭少女。张大大，你可以开始哭了。其实我也不太忍心多吐槽薇娅，因为做电商带货很不容易。我在网上就看见新闻，薇娅姐接受采访时崩溃痛哭，每天工作到凌晨，没有时间陪女儿，
哎呦，看得我这个心疼啊。紧接着下一条新闻，薇娅年收入20亿。姐，卖货都挣这么多钱了，惨就留给别人卖吧。谢谢大家，我是略心。大家好，我是一个独生子女，我最近过得不咋太好，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奇怪。有一次啊，晚上我老板凌晨3点给我发微信，我没有回，他觉得完了，李雪琴死了。然后他大我呆了。没有没什么，我就觉得这种神经病，他死了。然后吧，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20多个电话吧，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把我给打醒了。我一接电话，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绝望的话，他说：“大半夜的，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这破工作太累了，我老板脑子有病，我压力太大了，不想干了，要不回家种地得了。我妈说挂了吧，咱家没地。哈哈节奏好，我觉得我说妈，你等一下，咱家没地不要紧，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我供我饭就行，那咋的不比上班强啊？妈说：“傻孩子，给别人家种地那就叫上班。”你们看啊，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没钱没地没退路，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脱口秀大会第一期都看了吧？我输了。回去之后我老板去机场接我，见我面第一句就是：“哎，我不咋太满意啊，你看李雪琴你怎么回事，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你让你去说脱口秀，你怎么还能说不过那帮说脱口秀的呢？这不就整得挺不愉快的吗？到家的时候我老板说你下车吧，我抽根烟再走。我一看这不行啊，我说老板我来给你点上吧。老板说不用不用，我说来吧，他说不用，我说来吧，他说不用，我说来吧。话音未落，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你们知道一辆价值150万的奔驰修一个窟窿需要花多少钱？我知道，19688。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两个窟窿也是这个价，10个也是，100个还是。我说哎呀，那这要是我烫1000个的话，老板你就说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篷车。但是后来吧，这个车他当时没让我赔，而且还不提，就好像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搞得我特别慌。我天天提心吊胆的，我就琢磨呀，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良心发现了吗？不应该呀，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意儿。哦，这啊，有。到最后啊，到最后这个事儿，我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他暗恋我。哎呀，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怪不得呀，你说他为什么半夜3点还给我发微信，想我？哼，男人。太坑了，还搁这欲擒故纵。然后吧，我就把这些事儿跟我妈说了。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姑娘，你老板喜不喜欢你，妈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完，我感觉啊，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我当时一听，真的，我倒吸一口凉气，完了，
两情相悦了。真的，哎，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我可真是太快乐。我有时候上班，我想着想着，我都能笑出声来。我同事说：“雪琴，你笑啥呢？”我心想：“还雪琴，珍惜这段时光吧。过几天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他这倒是真强啊！对，太强了，真挺厉害的。哎呀，他干过所有说脱口秀的了要。哎呀，那段时间呐，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我天天观察我老板，寻找他爱我的证据。结果证据没找着呢，我老板给我骂一顿。他说我不好好工作，天天鬼鬼祟祟的，说啥就要扣我工资。哎呦，给我气的呀！你们说这男人啊，多有意思，还没结婚呢，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后来我一看，这老扣钱也不行啊。你说他老搁那欲擒故纵，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我又跟他说我不干了，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可以。我就懵了呀，这不闹呢吗？我本来想声东击西，这怎么还打草惊蛇了呢？我说那什么，你不挽留我一下吗？咱俩唠这老些年除了工作，你想想咱俩之间就没有别的事儿吗？我老板说啊，对，我想起来了，我从德国呀订的那个配件到了，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完事儿了，谢谢大家，我这行。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一个网红，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另一方面就是我在这等太长时间了，我一直想上厕所，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的非常混乱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我说实话，我今天站在这儿我特别难受。本来我咋想的，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到这丢人现眼，我讲点我知道的吧，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我就寻思，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我到这会儿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谁会比我懂呢？然后到这一看，早是罗永浩老师。哎呀，我觉得很多人就质疑我说，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你怎么来说脱口秀？他们不懂，做搞笑视频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密切到啥程度呢？我毫不夸张地说吧，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发扬光大的人，真的，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抄段子。我就这么说吧，以后会多抄的，以后多抄笑话段子啊。我就这么说吧，一个脱口秀演员每年的产量大概可以养活八个搞笑视频博主。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李雪琴你抓住机会，那有50个脱口秀演员免费。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希望这个给一个，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啊都好好表演，如果你表演得好，你的段子又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100多万点赞，但是表演者不是你。一提到网红吧，大家印象都特别不好。哎，我就，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啊，清流。一提到别的网红，炒作、整容，我就不一样啊。一提到我，李雪琴，低俗。很多人吧，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学历低。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哦，哎，绑的就是这个啊。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马上就开始说李雪琴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特别讨厌。为什么呢？你们想想啊，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他觉得你又疯又傻。我天，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儿啊，太多人质疑我了。每次我直播啊，都有人说：“刘雪琴，你真是北大的吗？”我说：“是啊。”那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哎，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就我这样，我但凡正常一点儿，我长得好看一点儿，我都上不去北大。效果拉满，真好。有一次就把我逼急了，我气坏了。我说啊，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我爸花钱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啊，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我说啊，我爸倒腾西北风，从俺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那地方那玩意儿东北产能过剩，南方没有。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李雪琴，铁岭风电小公主，家里全是大风车。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大家都知道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谢谢大哥，这个知道吧。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叫人海浮沉，每次我直播呀，他都给我刷礼物，哇哇刷呀，还给我留言呢，类似于啊，美女真漂亮呀，美女多大了，美女有对象吗，找对象什么标准呀。一开始我觉得啊，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我就偷偷的去私信了他，然后我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但是我感觉啊，这事儿不能赖我，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咱家还有大风车，我上哪能认出来你，对不对？但我觉得这个事儿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李雪琴的妈妈。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工作了，我一直播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给我留言，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她要带着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去留言，留言的主要内容就是主播今天发红包吗。我真特别感动，我觉得真的当所有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只有你的亲人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这个段子是我抄护栏老师的，谢谢他。听出来了。哎，我没说完呢。啊，没说完呢、哎、完了，又节奏给我打乱了啊，什么都没有发生啊，什么都没有发生啊。哎，哎呀，完了，这不会说了啊，就是最后有，其实大家对网红的印象普遍都不好啊。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我说大家好，我是刘雪琴，我是一个网红，底下哄堂大笑。我就每次我都很好奇，说你们笑什么呢？终于有一次我问了，他们说刘雪琴，我觉得你特别幽默，你说你自己是网红，你还会自嘲呢。对，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其实是炫耀，但从那以后我就更喜欢说我是一个网红了，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谢谢大家，我是刘雪琴。这么安静啊。炸了，炸了，炸了，炸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雪琴，我想结婚。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人家都特别诧异，问我为啥。为啥呢？我举个例子吧，上回录突围赛，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回到家之后，我一看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饿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啊。但是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啊，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他要跟我说不是的，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我一寻思，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啊，他说啊，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他说你看啊，你好歹是一个网红。我怕咱俩分手了上热搜别人骂我。我说我也没有红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他说这么的，略心，我给你支一个招，你呀，你就上脱口秀大会，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然后呢，我就来了。我寻思这回我到这儿，真的，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越幽默越好，那过日子多快乐呀！所以现在啊，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虽然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他们就是想得到我。雪琴一下爆了，雪琴晋级了。哎，其实吧，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笑啥呀？笑点在哪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也被人追过。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我14岁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他当时单膝跪地，捧着一束玫瑰花对我说：“李雪琴，我喜欢你，咱俩搞对象吧。”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我妈不让。”11年过去了，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真的啊，在这里我想对11年前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第8中学8年级3班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我妈让了。头皮发麻，这下不能怪厂子了，就怪自己吧。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一直就希望我能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过了半年之后，哎，我爸也结婚了。我就怀疑啊，我说是不是结婚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 KPI？ 每个三口之家正常情况下要完成2次婚姻。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家里业绩完不成，哎，寻思别逼孩子了，把咱家这个 KPI 给完成了。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真的，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他这个跟老田儿对比，我觉得票肯定会非常高，对吧？其实我说这些啊，是想跟我爸妈说，这借此机会啊，我说我爸我妈都结婚了，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但是我是真心的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那至于我呢，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就结婚这个事儿，你俩都手把手教我3遍了。我指定能学会，谢谢大家，我是雪琴。大家好，我是李雪琴。你们可能没想到吧，我还没淘汰呢。这期1对1选人 PK， 赢了就能晋级。你们都没看见，那些人老想赢了，争着抢着就要选我，搞得我压力特别大。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过。
危险，危险！都完了，太猛了，这个开场。他又赢了，没怎么办、啊？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非得让我来的。他天天忽忽悠悠的，就知道给我画饼。哎，李雪琴，你行，你有天赋，你能进决赛，完你就飞黄腾达了。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结果到这会儿，李诞还搁台上说我李雪琴天赋异禀。你说我有啥天赋啊？我现在就有个饼。豆豆就应该选周启墨。就参加这个比赛啊，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我都看明白了，就来哪个嘉宾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一会儿说大码女装，一会儿说乘风破浪，那咋的，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跑这圆梦来了吗？真的，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昊老师，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那稿子里讲啥啊，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是姐夫。姐夫爬山吗？姐夫你看我还有机会吗？你说你都知道他是你姐夫了，你还能有啥机会呀？你姐能愿意吗？我平时搁沈阳，为了来这个节目，一个月跑好几趟上海，觉也睡不好。我一上飞机，我寻思睡一会儿吧，我旁边那小孩哇哇叫唤：“妈妈，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嘎嘎嘎嘎。”你拍的点子都很奇怪耶，是为什么？啊！大家就听见嘎就有反应，肌肉记忆，嘎，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模仿模仿猫头鹰行不行？那玩意儿一起飞就闭嘴。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寻思我对自己好点吧，就给自己升了个舱，做了一把商务舱，但是我没想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呀，那有钱人也生孩子。我来了之后我寻思我在这个舞台上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受过的伤害，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台上只要是个女的就说自己不好看。那双胞胎还搁台上说自己脸大，他俩那脸加一块都没有我大。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让所有人都明白，就长成我们这样那就叫美女。美女，你们还是别笑了，你们一笑我也想笑，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因为我这衣服太紧，一笑就崩开了。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儿，他们说不行，你那么穿像王建国。他真是掌握了脱口秀，太厉害了，我就觉得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王建国呀？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王建国，就是这个舞台上吧只能有一对双胞胎。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足以让他冲到决赛。我感觉这一季我走到这儿就到头了，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说我没有攻击性，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我在台上打鸣吗？他是出了个谐音是吗？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建国吧，跟裤衩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我也看了，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李雪琴啥的，我看完挺伤心的，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所以借此机会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我也不喜欢你。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咱们有缘再见吧。盲目崇拜啊！大家好，我是王建国的搭档李雪琴。那个今天的主题是终点也是起点，所以我这次就先把稿子结尾给写好了，然后我就写了一些中间的段子，最后我就想，那我开头讲点啥呢？哎，你看我现在开头不就讲完了吗？哎呀，就今天这个破主题啊，从里到外都透露着节目组的阴险。好不容易到决赛了，告诉我们终点也是起点。嗯，那咋的？驴拉磨呀，拢共就这么几个驴。年复一年，一圈一圈拉呀，拉的好的还给根胡萝卜，萝卜上面刻几个字儿，转圈大王。这也太狠了，这个太狠了，这个好，这个。哎呀，就要我说呀，是终点也是起点，这种老鸡汤，一点信息量都没有。你听上去感觉很有道理，但你也不知道他让你干啥。这种话吧，都不如我姥姥的人生格言。我姥姥的人生格言是：人吃耳屎会变哑巴。你别看人家无凭无据，但你是不是有尝试一下的冲动？忍一忍，忍一忍啊。到现场啊，互动起来了。现场有人挖来着，是吧？所以说吧，我哲理这种东西，你必须得来源于生活。好比说，我上回打车，司机说右边修路了，左拐吧。完了十分钟的道给我绕出来80块钱，13的起步价，剩下67，我买个人生哲理。左拐也是一种右拐。哎呀，这是要夺冠呀！我的妈呀！这种人生哲理吧，你通常会伴随我们一生。小的时候上学，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铭，你们都写过吧？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儿。别人都写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学鲁迅写一个早字，我写的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老师都气坏了，给我妈打电话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妈说呀，这孩子太好笑了，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那老师都懵了，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他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我妈说，对不住了老师，我家房子太小了。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我妈说，那房子小吗？那电视吗？那我想看。我妈是不是挺呢？哎，我妈可太呢了。但这个事儿被我爸知道了，我爸一下就没有好心情了，哎呀，就开始呢试图给我讲一些名人事迹，把我拉回正道上。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回我爸给我讲麦哲伦，人类环球航行第一人啊，真正的转圈大王。说这个麦哲伦呢，人家从来不自满，每到达一个目的地都要重新起航，永远都在路上。我听完我就备受鼓舞啊，我就跟我妈讲，我妈一听也可高兴了，对对对，麦哲伦永远都在路上，他死路上了。你们知道这个事儿给我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吗？就以至于
后来有的朋友跟我说，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我说你知道麦哲伦吗？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个屁呀、啊！他死路上了。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最烦鸡汤吗？那怎么的？50来岁，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我妈说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完你说人家死了。我妈说啊，那你误会了，我也不是烦鸡汤，我就是烦你爸。所以说呀，这个人生道理啊，听是一码事儿，你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才会知道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说了这么大一堆话，就狠狠地反驳了一个著名的人生道理：人吃耳屎不会变哑巴。谢谢大家，我是略琴。大家好，我是略琴，我是一个网红。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说脱口秀，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有很多担心的地方，最主要就是担心我说太好了被人抄袭，因为咱也没有公司，公司也没有人给咱发声明。这挺关注的。我吧，为了这次节目做了很多准备。首先我就剪了一个头发，你们可以看出来我现在的发型王思文同款。剪完之后我这自信一下就上来了，我感觉我离脱口秀一姐现在就差一个老公。我在家写稿的时候啊，我手都嘚瑟就抖。我正好搬回沈阳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呀，我这要上节目我太紧张了，我写稿的时候手抖。我爸说，姑娘，你要相信自己，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你手抖绝对不是因为紧张，你就是咱家族遗传的帕金森。我其实这个节目吧，去年就找我了，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怎么说，当时啊我就是红，人就是笑。我跟导演说，我说你这节目啊太小了，没有啥流量，我上没有必要，要是啥时候我过气了我来参加还行。完今年导演又找我了，雪琴老师现在可以参加了吧。就我们网红过气之后吧，日子是很难过的，一般都得找两个综艺节目再垂死挣扎一下，是不是古大白吧老师？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国仔，我怎么说，我好歹也是个女的，25岁花季少女，长得像王建国。我要出去走学以后，我就不说我是略琴，我说我是王建国，我就能多挣点。人家说你那身份证写的李雪琴，你凭什么说你是王建国？我说网友说我像建国，简称王建国。哎呀但是我其实能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光明正大大庭广众的吐槽我的客户了。前两天我拍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改到第八遍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我在房间里面就嚎啕大哭。我觉得我愧对国家对我的培养，我受过十几年的教育，那个客户说的每一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那一句话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真的绝望，我就坐在窗台上，我家18楼，我把腿都迈出去了，我给客户拍视频，我说你不要再逼我了，你再逼我立刻就跳下去，你看不见我现在已经绝望的浑身颤抖了吗？我爸在旁边说，姑娘你要冷静，你那不是颤抖，你就是家族遗传帕金森。就到这儿了，我的表演。